哇！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来填饱各位的肚子。我带的是一只帝王蟹，就是大连，我们靠海也赶海，然后所以呢，我带了一只很大的帝王蟹，还有一只很大的大鹅。今天呢，我就是要找到我的饭搭子。这么大呀！这蟹太大了，蟹不容。我带了一个战斧牛排。哇哇，牛排上岛了。我们现在在吃饭之前，我们首先有两位嘉宾加我们的两位专家为两队所建设的厨房和厕所投票。好，拿到第一名的可以拿到100浪花币。哇，走，我们去厕所。走走，来观赏一下我们的厕所。你来，丁哥进去看，能看到吗？你怎么去？怎么上？怎么上、啊？这样，还手动的。好厉害哦！对不起，你在用吗？Sorry 哥。这要不小心掉下去可怎么办呢？现在是夜晚，都能看出剪影来。老师们，没有味儿吧？没有，你用过 了。用过了。我用了。你少来，这个真的好，我恨不得住这儿。哎，我们现在到公布结果的时候了，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吧。就是我来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还有景观，然后还很什么案板啥啥都有，还好看。但是我可能会把这一票投给卫生间。哇，我觉得卫生间对于我来说是觉得可能比较有难度的一个事情。你人生好多美妙的时间都在那儿吗？来了你们这儿一定会去那儿，我跟你们说。对，接下来我们就吃饭的环节了。哇哦！老师分别带着他们的食材，选两位饭搭子。好的。其他人将吃不了老师的食材。女孩子平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偶像剧，然后我们就考一句台词吧。哎，欧浩辰，欧浩辰，我选你。谁是欧浩辰？谁是欧浩辰？哎，什么来着？你们都没背熟，刚刚欧豪以为你们喊他呢，他都懵了。我有点错觉，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两步就散了。如果我今天只是一个领补助金的学生，你顾源还会爱我吗？我天！我是没看懂你这个顾里，可以情话吗？都可以。你今天带酒了吗？没带。那为什么我看到你就醉了？呜呼！苏情话，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知道可以三个人，就是两个人在那 battle 那个 breaking 那个。你们不要再打了，今天来一个。不要再打了，有本事去练武术打呀！说呀，不要再打了啦！不要打了啦！有本事去练武室打呀！为了吃点东西，我容易吗？我为了吃点东西，十年前跳的 breaking 都拿出来。我选。就这个时候的眼神是最真挚的。欧豪的眼神，他都是我盯了2分钟，他都那样了。我选欧豪哥吧。哦，谢谢。因为欧豪哥超给我面子。真的。啊，小心手，不行！啊，小心手，不行！就别把着，太吓人了。砍成啥吃啥样，就别把着，太吓人了。不行！我试试吧。哎呀妈！可以了！哎呦！我要！他的定决定。哇，生猛！真猛啊！姐太生猛了，完全看不出害怕呀。那咋整啊？那也得吃饭呢。先把这个定给弄下去，不要。把这定给他弄。接着来了啊！啊！我要！
轻点，妹子。这是砍哪儿？小心，小心，一定要小心。这是砍哪儿？啊！啊！啊！你看上面。好，下来了，太厉害了，我天，不能白来，我得贡献点啥。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美观分？我们拿物资最重要，我们现在把它绑好了，不用管什么美不美了。我们现在还很不稳，这个竹子现在。哇塞，好多绳子，好多绳子，我的天啊，好想吃螺蛳粉，我不行了，加油，不要说丧气话，我先倒一下我脚里的沙子吧。喂，好好好，可以吗？这样可以啊，你就把东西先丢给我来。哟，哇呀呀，拿到了，拿到了，加油，一鼓作气啊，同志们，不然再出发可能会更累，要不就二号拿俩回来。姐，去这儿，去这儿。好。神吗？我怎么有点怕？没事没事，你们，你别动了，姐。很棒，超级棒，超厉害，休息一下。这能递过来了，小心点。没啦，这两个八十。OK， 可以可以，加油加油。哥，走了。哇！换换换边。太闹了，我先推过去。等一下。哇！这样，我觉得我们得推着走。差不多，上来上。不着急啊，保存体力，慢慢来。啊！加油！哥，啊！哥，你手里的是你们的船吗？哇！看。杨迪，哎，看，有车喽！耶！哇！我可以骑一圈吗？骑，你先骑。那个那是几十米、六十米还是一百米？那个没了，已经。只有最远的了，是吧？对，只有最远的了。嗯，那就，走，这么远。我的喇叭呢？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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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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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成功了！太牛了！我们的奖都丢了。我当时整个人就燃起来了，我觉得好热血，抱着满满的两大桶。这个时候我看到就是少年意气风发，然后很帅，然后又有点小得意那个劲儿，坐在船尾，然后靠着两大箱火锅物资，特别帅，我当时都激动了。这么多，这也太多了吧，我这日子都不知道咋过了，太奢侈了。我觉得我们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成功了。来，哥，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擦一下，太酷了，太厉害了，天动了，来擦一下，太羡慕了，天哪，火锅，牛肉，天哪，天哪，哇塞，妈呀，可以，晚上吃火锅，呼呼，太厉害了，害死你们了。